明日高校第二次校内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是 Livehouse 舞台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音乐节舞台，大家期待他们的表演吗？刚才你们表演的时候，我也是就跟着跳的。鼓手老婆。这是目前我个人在歌迷日本最爱的音乐。刚才毛毛让我有话要带给你，跟我转述毛毛哒。我们所有考核部分已经结束，排在后六名的乐团将要被拆散。我觉得更多是我的问题吧。人生有很多起起落落，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们会好好努力的。